想滚的哈，你要滚啊！刚开始就要回啊！我们当然，我们再去看看一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屁股洞，哎，这个火车洞，走靠那边嘛，喂，对，你想滚的哈，你要滚啊！这个要倒啊！好有新人气氛嘛！咚咚锵，他们都是，这个是用那个 plastic bag 做的，耶！来那个70个灯笼，用 plastic 来做的。小镇回来了，就要吃烤肉，还有金鸡，哎，炒面糕，喝酒，喝米酒，香蕉。